知名节目主持群相聚一堂，那么一起为过年录制特别节目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，真的非常的热闹，还有20万的奖金大放送，让主持人还有现场的民众都玩疯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将军。什么将军？我是郑成功。大太阳底下，知名节目主持群穿着将军装、小兵装，还有荷兰人装扮，在台南鹿耳门天后宫录制过年特别节目，与民众近距离接触，一起同欢。难得说一年一次哦，这样大家刚聚在一起，我看到大家呢吼，啊，刚刚吼恍如隔世呢哦。平时各忙各的，难得录制初一特别节目，将主持群聚在一起，现场气氛热闹欢腾，主持人个个都玩疯了。一台接一台的越野机车猛力加速，飞越滑板，划过天际，精彩绝伦的花招特技让一旁的主持人惊呼连连，又是尖叫又是惊喜。不过等到换他们亲自上场时，却是笑料不断。还有 OK， 哎 OK。坐在越野车上，就算有专人在旁，还是难免害怕，结果脚一软摔下车。别怕别怕，这只是做效果。除了飞车表演，现场还有20万奖金及礼品大放送，要和民众一起过个开开心心的农历年。三新闻李诗红台南报道。歌手周杰伦。